学价票一人。
不是能过吗？
Thank you.
游客朋友们，请您在游览期间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。如有需求，请拨打颐和园派出所电话6288-1140。
现在是疗程监狱的，刚退休4个月。
Thank you.
6288114。北京市禁烟条例，北京市公园管理条例，最高可处500元罚款。造成失火或火灾事故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天津市民法010-6286-0608，特此通告。他现在是注重这两个了。
每天给送一点，每天送一点啊！吃了半个月，这个慈汗吃了半个月，突然一天啊，暴毙而亡啊！官方。我怎么老有我影儿啊？问题是，没事，看不着你。长寿之意，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这里，包背着吧，我愿意背着。7点钟上班，小时点了都干，然后5点钟过后啊，大家可能。
小时候可能学习课本写过什么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，数得清吗？其实数得清啊，卢沟桥的狮子一共是501只啊，咱们这个眼前的狮子王呢可以看它造型，然后呢桥头呢还有一个亭子，看看看看，他还有那个生理组织。哦，好看啊，没抢着。
人抢不着，谁得跟那等会儿吗？就这么走，走走的，我这脚道胀得疼。肿肿啊？不肿啊？胀得疼。也不肿，啊，也不红。一个是哪儿？一个是这个位置。
个拍照也好漂亮。来，拍照，有意思，觉得坐在车里不错。见过吗？没有吧。就这样。我们又往那店上走。
对，舒服，对，舒服。对，还真不。那些公园是小人多，小孩子他们玩的。九点。